今年武术我们一共采用了三种拍摄方式。第一种呢是360度的自由视角，就是它的那种视觉感官会更震撼一点。第二个呢，我们采用到了绿幕拍摄。我们在这个绿箱里边对这个赵文卓老师进行了一个抠像，然后把动作给他有这个追踪，做了沉浸式的这种空间的这么一个效果。第三个呢，我们使用到了 AR 技术，就是我们现场还原到了武僧演武途中的场景。像咱们看到这个演武场，咱们这个地面上是有这种水的，雨水的这种效果呢，它实际上它需要实时动态的反射咱们现场的这个氛围，让观众体验或者感受到咱们这个演武场面的这么一个很震撼的这种效果。